毁灭成慧，毁灭无知待，毁灭灭惑，毁灭罪上，毁灭毕竟，毁灭破印。诸佛子所愿苦灭道圣谛者，比离垢世界中，毁灭坚固物，毁灭方便分，毁灭解脱本。 毁灭本性时，毁灭不可回辞，毁灭罪行境，毁灭住有边，毁灭受记权，毁灭作究竟，毁灭净分别。诸佛子，离垢世界说是是地，犹如是当400亿10000000，随众生心悉令调伏。 咱们娑婆世界的所有名言，在离垢世界里呢变了。他那个世界有他那个世界的名字，道理呢跟娑婆世界是一样的。跟我们现实生活也如是了。我们是陕西省说的话。 跟东北有点方言不同，对。各个省份的话都不同。在世界上一切住世界中，所有的名词不同，它的义理还是一样的啊。一个是由祸生业，由业而受苦。 祸是因呢，因呢，有什么因就感什么果呀，因为人家经常我们说，起祸造业，起祸你心里想的，本来我们心里想的是妄想啊，这个妄想有时候。 他要去做，想完了之后，不是想想就算了，想想要做，要去做就叫造业了，造业。这个业呢，苦业，有什么呢？苦因，起惑造业的，他这个苦因呢，一定要感苦果。如果想想就算了，那只是心念了。 那不同了，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打的妄想都去作业，不见得。打妄想想想就是了，想想是，在菩萨说这想已经犯错误了。咱们凡夫说你得做了业才算呢，才能感果，也能感果。说呢，从做任何事儿。 大小，真的做了，做了一定就受。那你做善业，那就善业感善果了，恶业感恶果了。修道，道也是作业，那就得到灭的果。也都如是。但是那个世界的名字。 跟我们这个世界的名词不同，义理是同的，苦集灭道都一样的，一个是做的生死业，一个是解脱业，那就看你所做的业吧，娑婆世界入世，离垢世界也入世。 尽管它名词不同，它所含的义理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啊。那懂得这个道理了，那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一样的，起惑造业受苦。这可没说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你造的敬业，它没有这个名词了，当然不同了。
这都说的跟这个相等的。嗯，这慧眼世界，嗯，有慧有见，嗯，那纯净的世界没有说，嗯，这都跟这相类似的。嗯，这个西方离垢世界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边这边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比离垢世界还很远呢，因为这是咱们临近的娑婆世界临近的住个国度，住个世界。嗯嗯，但是生老病死苦烦恼，那大概这个周围的世界跟咱们这个世界是相近的，没说净佛国度啊，说的相似的国度，可以意会，用咱们的义理去想去。诸佛子，此娑婆世界所言苦胜地者，又说一个世界啊，比丰仪世界中，会有难眼处，毁灭显害根，毁灭有海分，毁灭极寂常，毁灭差别根，毁灭增长，毁灭生灭，毁灭障碍，毁灭刀剑本，毁灭树所成。诸佛子，所言苦寂圣体者，比丰仪世界中毁灭可恶，毁灭趋势，毁灭出皮物，毁灭耐着，毁灭名气，毁灭名动。诸佛子，所言苦灭圣体者，比丰仪世界中毁灭相续断，毁灭开显，毁灭为无文字，毁灭无所修，毁灭无所见，毁灭无所作，毁灭寂灭，毁灭已烧尽，毁灭舍重担，毁灭已出患。诸佛子，所言苦灭道圣体者，比丰仪世界中毁灭寂灭行，毁灭处理行，毁灭勤修正，毁灭难隐去，毁灭无量寿，毁灭善了知，毁灭究竟道，毁灭难修习，毁灭自彼难，毁灭无能胜。诸佛子，丰仪世界说是圣地，犹如是等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悉令调伏。这是说北方，在我们娑婆世界的北方，那个世界名丰仪世界。嗯，丰仪世界所有的四圣体法的名词，嗯，跟我们娑婆世界的名词不一样。嗯，名词不一样，所含的义理都是一样的。所有这十方世界中，嗯，这都眨眼世界。清净世界没有举啊，他举的都是眨眼世界的，这是跟我们相似的。嗯，四圣谛法的名词不同，他说断修正，嗯，还是相同的啊，相同的。这咱不做解释了。嗯，诸佛子，此娑婆世界说有苦圣谛者，比摄取世界中，毁灭能解脱，毁灭非善有，毁灭多恐怖，毁灭种种戏论，毁灭地狱性，毁灭非实意，毁灭贪欲淡，毁灭身重根，毁灭随心转，毁灭根本空。诸佛子啊，所言苦寂圣体者，比摄取世界中毁灭贪着，毁灭呢成伴，毁灭过呢，毁灭数集，毁灭能知取，毁灭想，毁灭有果，毁灭无可说，
毁命无可取，毁命流转。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，比摄取世界中毁命不退转，毁命离言说，毁命无相状，毁命可心落，毁命坚固，毁命上妙，毁命离此，毁命灭尽，毁命远乐，毁命出离。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，比摄取世界中毁命离言，毁命无障，毁命教导，毁命善回向，毁灭大善巧，毁灭差别方便，毁灭入虚空，毁灭寂静行，毁灭圣智，毁灭能了义。诸佛子摄取四字中说圣圣地，犹如是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。这是东北方的啊，摄取世界东北方啊，所有的名字不同，它的义理呀跟娑婆世界还是一样的，一样。的名字不同嘛，是他那个世界的方言道理是一样的啊。说这个不做结算，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苦圣地者，比摇移世界毁灭重担，毁灭不坚，毁灭入贼，毁灭老死，毁灭耐所成，毁灭流转，毁灭疲劳，毁灭讷相状，毁灭生长，毁灭利印。诸佛子所言苦寂圣体者，比摇移世界中毁灭败坏，毁灭浑浊，毁灭退失，毁灭无力，毁灭上司，毁灭乖违，毁灭不合合，毁灭所作，毁灭取，毁灭意欲。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，比摇移世界中毁灭出欲，毁灭真实，毁灭离难，毁灭腐坏，毁灭离乐，毁灭随顺，毁灭根本，毁灭舍因，毁灭无为，毁灭无相续。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体者，比摇移世界中毁灭达无所有，毁灭一切因，毁灭三昧障，毁灭得光明，毁灭不退法，毁灭能尽有，毁灭广大路，毁灭能调伏，毁灭难以闻，毁灭不流转根。诸佛子摇移世界四圣体法，犹如是的四百亿十千名随众生心悉令调伏。诸佛子是娑婆世界所言苦圣体者，比鲜少世界毁灭显落狱，毁灭细胞处，毁灭邪行，毁灭啊随受，毁灭无忏词，毁灭贪欲根，毁灭恒河流，毁灭常破坏，毁灭具火性，毁灭多忧恼。诸佛子所言苦寂圣体者，比鲜少世界中毁灭广地，毁灭能取，毁灭远会，毁灭流弹，毁灭恐怖，毁灭放逸，毁灭奢取，毁灭择处，毁灭宰主，毁灭树房。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，比鲜少世界中毁灭充满，毁灭不死，毁灭无我，毁灭无自相，毁灭无分别，毁灭分别尽，毁灭难乐住，毁灭无限量，毁灭断流转，毁灭结行处，毁灭不二。诸佛子所言苦灭圣体者，比鲜少世界中毁灭大光明，毁灭眼说海，毁灭简杂意，毁灭和合法，